豪夺。我们希望美方是相反，我们处理，但是遗憾的是，美方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，悍然出动先进的战机，用导弹打下一个气球来。这种行为匪夷所思，近乎歇斯底里。这个法案是100%的保护主义，是100%的自私自利，是100%的单边主义、单边行径，严重的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，严重的违反了世贸的规则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的竞争，差了108000里哦。